你带着这么多一群孩子，这不是菩萨吗？就你载着他们到他解脱轮回的彼岸吗？任务这么重啊！你现在已经带着两个在肚子，是吧？责无旁贷啊，这别人担起不了啊，这。说实话，我没想过自己会有5个小孩。啊，是，就带他们出轮回吧，哈。他们有3个。那是啊。那还要老师的加持。对。谢谢你，真的不能真的。我们也带他们两位，感谢老师。谢谢老师的加持。每个人的缘分而已。老师，我现在就是我跟一个老师，最近开始读《法华经》。要读《法华》，可以。之前有读过《楞伽经》啊，《楞严经》这些，《金刚经》都是一些大乘的经典。然后我就想请问一下老师，有没有，就是更适合现在我修行的一个方法？我觉得你读哪本经感觉到很欢喜，就读哪本经吧。啊，读经啊，念佛号啊，持咒都可以。但是念，如果是不舒服的，或者是有时候念念，多记着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如果求佛菩萨的加持和关注也是啊，就是。其他的你以你的心情为好，就是说你不，比如说你读《法华经》，你很喜欢读，然后呢读的也很法喜，那就多读这部经。他是100天读这部经，然后下个100天就读另外一个经这样。但是我觉得每次其实读的这些大乘的经典，我都是很欢喜。那行，那就轮着读呗。挺好的，因为你现在做啊什么禅定这些都暂时不用学。对，静下来看看书，对，尽量少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看经。然后读经，然后我有另外有每天都有读《金刚经》，有听那个慧律法师的讲经这样子。台湾的对，主要是这几点。可以了，我就想着做好胎教，直接给他做胎教，从肚子里开始。因为我前面老大老二那个时候因为没怎么学佛嘛，然后老三去年也是整个都在读经啊，听经这样子，做胎教这样子。我希望给他们最好的东西。也可以有时候听听轻的轻音乐啊，这些轻快的音乐啊，给他们。比较古典的音乐。对，音乐比较互通嘛，有时候还真的。挺好的，挺欢喜。师傅。能不能给我一些开始，就是我接下来应该注意些什么？还是继续只能是继续修禅定，然后静下来去对空性的逐渐的圆融的了悟，一层一层的破这个，其实就是个梦的醒来吧。但是看上去是我们在一层一层破一些暗境，比如说又破光明啊，又一层一层，你会尤其是光明境，你进入光明境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一层一层的在破。好像这一层光明好不容易就是转了，它又转成另一层了。但是你要稍稍有点执着，你就没完，就是可能有十几年就会困在这个光明里。但是这个也不怕，这个也没什么，也不要刻意的说，我不看这些，刻意的逃避这个光明境啊。只能继续了，就对空性的了悟越来越透嘛，越来越圆满。对四空不二的这种了悟，因为刚开始我们主是，因为大家已经执着实有了嘛，执着肉体和这些实有，虽然是说概念上大家知道这个是如梦幻泡影，但是呢，其实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很多这些东西在古人还是牵引你嘛，牵引你还是受影响嘛，受影响这个实有还是个概念，这个毕竟空还是个概念。那么就你还是不断的修定，修定慢慢的才能解脱出来。修定要的方式就是你保持在这个如如不动的这个心性上，尽量不分别。你开始是以破相的形式，好像在破相，其实
因为是在家人嘛，如果你真的毕竟空了，早孝又怕什么呢？其实有时候，所以我们不断的就在这个早与破之间的立中道。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习气欲望未尽，我执未尽的时候，你一进去，这你说我着下去了，我去做，好像我们做这件或者把这件事拿起来或者什么，就是入了红尘就着下了。其实也进去不见得你着了，在红尘你做了很多事，你入进去了不见得着了，只是你混乱了，就是容易因为定力不够，你能着了啥呢？因为一切幻境我们也着不了什么东西。就是你本来就是因为你这个是三维这个意识层面或者这个四大，你本来也都就是说六根六尘毕竟空嘛，所以你其实着不了什么相。我们经常说自己着相，其实在根本上你是没有相可着的，根本上你也着不了。这叫佛学，这就像《楞严经》说，阿难说，你说我有个空性，但我现在就是用我这个意识，我现在这个假心，我这个可很有用了。我现在听你说话，我都是用我这个假心听的。我要把它舍了，我要把这个假的舍了。你那个真的有啥用呢？我现在听法做啥，我也是用这个假心嘛。你说我这是个分别意识，是个假的嘛？佛说，是啊，是这样。是问题是你留不住它，你这个假心你留不住啊，是吧？你这个分别意识对劲才去对，没对劲你就没了，是吧？他是客人嘛，这就是不是他去了个旅馆，客人总会走嘛，主人才会留下来，留下的永远是空性啊，只有空性永恒不变的留在那儿，如来的空性啊。因为客人是他这些假，只要是假的总会生灭，总会走，不是你要不要用他的事，是你留不住的，不是你舍不舍得舍他问题，说哎我放不下我舍不下，是你留不住。假的你怎么留？既然诸相虚妄，你怎么找？所以红尘你一定要不断的在这些里边这个见地上圆满。但刚开始是从破相远离，就像有一个出世界的，甚至你修禅里都有一个破时间、破空间、破光明、破黑暗，就是什么也不住的感觉。我不住黑暗，不住光明啊，不住空，不住有啊，就是不住垢，不住净，不住善，不住恶，就不断的让自己往抽离。其实是因为我们意识层面已经有这些法执概念了，比如善恶，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哎，什么叫空，什么叫有，什么叫男，什么叫女，什么叫就是邪，什么叫正等等，有这些概念的时候，你在从这个二元对立里边圆觉的时候，现在是我觉嘛，我觉，你进入圆觉的时候，打破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抽离出世界的破相的感觉，出世界的破相的感觉。但这真的是个，这才是个梦啊，这也是个梦，在红尘中见闻觉知也是个梦，所以始终我们在梦里边折腾，只是有一天醒来，是吧？但是我现在根据你的我觉，我建立了个圆觉的概念，是吧？佛是圆觉嘛，就是比如说我坐在这说，我觉得我们是修觉而不动嘛，我觉得我静了，我觉得我烦恼了，我觉得我散乱了，那这个我觉是你人类的三维的认知嘛？那其他佛是这样认知你这种状态的吗？圆觉境界没有这种散乱啊定的这种状态，圆觉里边你人是毕竟空的，六根六尘毕竟空，怎么可能有散乱烦恼这种事啊？刚开始已经我空了，就是人空的时候没无人吗？怎么可能有散乱这回事呢？所以你能破个什么呢？就是因为从修行一开始你就要把自己固定在你本来是的这个地基上嘛，你本来是，你只是迷失了，所以要从梦中觉醒嘛。这个是修正，所有修正大乘佛法必须建立起来的见地啊。但是，所以一开始我们有出离啊，有破相这种概念，哎，好像也有这种修正。它只不过是这些工具法门都是帮助你醒来的。就像你在床上，折腾梦啊，不管是梦做佛法的梦，还是梦出世的梦，还是入世的梦，都是在梦境中嘛。那但是呢，佛法的梦呢，你做了佛法的梦啊，有助于你醒来。红尘的梦啊，更容易让你睡得更深。所以到最后你醒来的时候，佛法也舍弃掉了嘛。反而就是气喘灯暗嘛，对吧？在红尘里边，因为你有孩子嘛，你有家人，马上有孩子，你会有很多事啊，很多责任啊，很多，就始终是在这空性里边，你要出进出进，不断的磨，不断的练。
你一会儿好像拿起来了，一会儿好像放下了，一会儿好像出去了，一会儿好像又入进去了，就不管你是在官房里还是在生家庭里，一会儿你有男女相了，一会儿又没有了，始终就在这，不管你有还是没有，只要你觉得你觉得都是有问题，都还不在圆觉境界啊。你会这些，你真的会逐渐的自己圆，自己这些会自己明白的，因为你随着你的，解脱，你会清醒嘛，一层比一层清醒嘛，所以有时候都不需要别人说一定要印证啊，或者自己会知道自己醒到哪个程度，就继续修呗。你知道佛学也是个梦境，佛学你只不过是现在依止佛菩萨、依止佛法正知见来醒来，但这两个是很好的工具，还有依止禅定。这都是很好的工具，这些工具能让你迅速的从梦中很深的梦中觉醒，因为我们睡的很多一年了，可能睡的已经昏睡半年，可能睡的要想醒来没那么容易。佛说五重颠倒梦想啊，各种梦想已经在梦里边一重一重的梦啊，不只是一层梦啊，几重的梦想啊，在那种梦里边不见得一下子能觉醒，进入圆觉。师傅，您刚才说的五重就是五重啊，这五重是一次。楞严经里边五重，它就五重梦想嘛。佛说我们颠倒梦想，不是楞严经里边很重点说什么？我们这个肉体是叫坚固梦想嘛，还有它就根据五用，它到那个五重梦想，你完了看看，具体百度一下也可以。还有世界颠倒啊，众生颠倒，这都叫颠倒。本来是没有这些的，众生执着认为有，执着意味生下就有个你嘛。其实所有的无明，我觉得都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间始终认为有，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也是恐惧要抓住点什么，正因为空，正因为没有，所以大家恐惧，因为心啊飘忽不定，主要抓住个稻草嘛。那如果连这个肉体都是假的，我们啥也没有了，就人的意识层面一定因为执着一定恐惧嘛，一定要抓点东西，不是不能放，不是也舍得，是他不敢，有时候恐惧嘛。你敢放啥，是不是放开才有智慧呀、就是我们不敢嘛，就是说妻子啊孩子啊我们不敢嘛，是你就是你心中的那种爱，就是说当我说这个放下的时候，我是举一个例子啊，不是说让你真的把孩子妻子全扔了，放下跟扔了是两码事，但是那一刻当你从心中把它放的那一刻的话，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挣扎，我们不知道各种善恶啊、共性啊、各种障碍、各种人世间人力的东西就出现了，那种智慧。但是当你真的是悬崖杀手那一刻放下的时候，突然智慧就出来了，然后坐在那儿全拿起来。你真的是把自我放下那一刻，宇宙你举起了宇宙啊，举起全宇宙啊，全拿起来，全背上了。你众生全在你这儿了，全在掌中了。并不是你说征服了，就是你全担起来，因为你的智慧足够了。但最后那一下其实挺难的，是吗？恐惧，因为有很多的恐惧，因为还有知见上的不圆满。我觉得始终还是知见，正知见，知见圆满，我们都会做到的。就是这个知见上，就是我们人力的知见太重了。佛学它不单单是在人道说人道的事的嘛，人力的各种直接就各种认知角度就控制我们了。师傅，最后那一下是不是通常需要一个师傅？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因缘的，因为大家都是你们都说是都修行过的，都是给复习了，就是那就不知道你们会遇到什么缘出缘，就突然就悟了，就回去了。也不一定，因为在末法时代这个时空虽然是末法，但是好在你们大家都是大部都再来的，因为在末法修正的都是肯定前提是某一世学习过佛法而且修正过的，尤其实修的人我发现大部都学习过，很多是学习过这样的，就是只要你不断的看经典啊，听开示啊，有时候不知不觉不知哪天就触动那个机关了，你就真的就说是破了一些东西啊，没关系，突然就到达了啊。